灰姑娘和红舞鞋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，想粉饰太平就只能各讲各的。我心太炸了。你们觉得这张照片看起来恩爱吗？恩爱。重要的是你秀恩爱的重点根本不在恩爱，只在秀。所以我决定收手，我再也不秀恩爱。秀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家，来吧。哎，对，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老婆，这个是单先生写给我的信。亲爱的，生日快乐。虽然你抱怨自己又老了一岁，但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保持着18岁的美丽外表和独特灵魂。去次卧看看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惊喜。总喜欢准备一些惊喜给我。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又给我惊喜，因为我舍不得你啊。老公，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哦。忘了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家里。我们刚刚还在读单先生您写给您太太的信呢，刚才还说如果您能亲自来念就好了。我老公很害羞的，而且他虽然说喜欢写这个信，但你让他念出来的话，他念不出来的。我老公一对着镜头，他就特别的尴尬。他比较内敛，平时很低调。要不还是我来念吧。给亲爱的老婆，亲爱的老婆，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这是我亲手绘制的第一次见面时你的样子。不管你在哪儿，你的音容笑貌永远都会刻在我的心上。最爱你的单先生。哎，老公，明明写的是一颦一笑，不过画的真好看，好感动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直播先到这里。还有做饭的环节呢，单太太您忘了吗？正好单先生回来了，两位一起吧。我们平时烹饪呢，其实方法都比较简单，我们呢会很注重食材原有的味道和营养的搭配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道既富有维生素又蛋白质的菜，哇，炒鸡蛋。我老婆有一个绝活，就是可以同时用两只手打鸡蛋，大家想不想看？我才想起来，我们今天吃过鸡蛋了。一天呢，其实人不能吃太多的鸡蛋，这样子胆固醇会增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苦瓜榨汁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苦瓜去切成段，刀工切一下，切一下。榨汁哦。你为什么老是骗我呢？老公，我好开心啊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老公，你真好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以后你的事情都跟我无关了。讨厌。我来吧。那我们的苦瓜汁就完成了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大家。哎，老婆，怎么也得喝一口嘛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就用这杯苦瓜汁来做结尾吧。再见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对。你拿这么大箱子，你要跟我分居吗？哎，老公，你先别走，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温柔，我真的非常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那你喜欢我什么样子呀？你跟我说，只要是你喜欢的样子，我都可以的。我每天跟你在一起就像是在剥洋葱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剥到头，更不知道这洋葱到底有没有心。温柔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我在一起到底是因为爱我，还是因为单太太的头衔？这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我希望我们之间的爱能纯粹一点，为什么一定要秀来秀去呢？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轰轰烈烈也可以是真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叫做红舞鞋？有一个小女孩为了一双红舞鞋，为了欲望，为了虚荣，欺骗了她最亲爱的奶奶。我现在就是那个被你欺骗的奶奶。不对，你是那红舞鞋啊！哎，老公，你就听我解释嘛！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没有告诉你，所以你不要离家出走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试试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不定我就改了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纵容这种行为。你要是回了娘家，你别想再回来了。我这么大的房子，巴不得一个人住呢，我还能请人过来开 party， 我醉生梦死，花天酒地，与狼共舞。这次直播反响很好啊，你别说啊，还真是这霸总小娇妻的人设招人喜欢。这不是人设。嗯？我们单总对温柔是真的好，不是演出来的。哦，你说是就是。什么叫我说是就是啊？这一墙的包是说买就能买的吗？哼，买几个包就证明他对他好了。我跟你说。花钱是最简单的事儿，根本用不着花什么心思。是，花钱是最简单的事儿，但你呢？最简单的事儿你做过吗？咱先不说这种最简单的方式，就复杂的方式，你做过什么？你怎么突然冲我来啊？
给你买包就证明我爱你，没买包就证明我不爱你，这什么谬论啊？你是不是被那个温柔给洗脑了？啊？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，不用拿来比较。吃饭。吃啊。我决定了，你得给我买个包。你听见没？嗯。我说你得给我买个包，你听到没？啊。我说你得给我买个包，你听见没有？好，买个包，买。老公早安，我帮你准备了早饭，你快过来吃吧。我不吃了。没关系，我还用饭盒帮你装了一份呢。老公，记得要吃早餐哦。哎，我会想你的，拜拜。上次举办了秀恩爱活动，效果很好，匹配成功的用户上传的恋爱日常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，也能带动新客户。这种日常又自然的营销手段是目前效果最好的一种，所以咱们接下来的宣传策划重点还是放在这一块。我不喜欢这种营销手段。具体哪里不喜欢？刻意夸张，为了秀而秀，已经很自然了呀。正常营销手段，这也不算骗人吧？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？为了吸引新客户。我就知道，温柔对我的爱一点都不纯粹。老板说的这次不是外部的策划案，他的意思是内部那个。老板，您是想停止这种内部营销？立刻。温柔小姐之所以一直秀恩爱，是靠着单太太这个头衔，而这个单太太的优势不就是老板您本人的优势吗？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别这么优秀？那太难了，咱们老板阳光帅气有钱。阳光帅气不能改变，有钱可以。怎么改变？寻觅的资金链断了。天，我们正在想办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小美，这怎么了？公司缺个资金。小美，别说了。温柔小姐，公司现在有点忙，您是过来找老板？他在吗？他在办公室。不过，他现在心情可能不太好。您过去之后千万不要问公司资金链的问题。资金链？资金链出什么问题了？温柔小姐过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王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您的。那算了吧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出什么事情了？我还要加班，你先回去吧。是不是资金链出问题了？你就告诉我吧。
有客户因为一些纠纷起诉了公司，现在公司的资金被冻结了。那这会影响公司的运转吗？公司现在的资金流还能运转个一两天。那什么时候能调查清楚啊？资金什么时候可以解冻呢？老公，你先别慌，咱们一定可以想到解决办法。你需要多少钱？温柔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忙。放心，有我呢。我等你回家，慢慢的跟我说。好了，继续工作吧。我觉得这样骗他不好。不是他被骗，就是你被骗。手段要狠，心态要稳。对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，不能心软。小姐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条裙子在我们这儿卖得非常好，它的价格也非常实惠，只需要6899元。现在公司的资金都被冻结了。有蓝色吗？有。有黄色吗？也有。有绿色吗？没有。要是有绿色就完美了。就是。不买了，算了。阿拉斯加帝王蟹生活在深海水域，绿色无污染，肉质鲜美，口感细腻，特价398一斤。小姐，来一只吧。现在公司的资金都被冻结了，太大了，我蒸不下。现在啊，买帝王蟹就送蒸锅。想得真周到。有煎锅吗？没有。那可惜了，就想吃油焖帝王蟹。哎，小姐，新开办的花瓶美术了解一下。这好气派啊！我们项目位于北山脚下，是集高雅舒适于一体的顶级半山豪宅。这边可以到我们的销售中心去了解一下。限时开办优惠20000元，均价只是88000。现在公司的资金都被冻结了。这儿能点外卖吗？不能，但是我们小区配有2次要的厨房，少油健康。你想吃什么，随时可以点。少油健康的食品我普遍不爱吃，我还是喜欢点外卖。不买了，半山腰上也不方便吃。好嘞。老婆，你干嘛呢？又要直播啊？你看，我在致力于环保事业呢。这些不都是你很喜欢的吗？为什么突然要卖掉？生活嘛，偶尔还是需要一些断舍离。凡是让我已经没有心动感的东西，其实都应该扔掉，啊不，卖掉。这个不是你求人求了好久才代购到的色号吗？过时了。这个不是大神级的设计吗？跌下神坛了。这个不是全球限量款吗？最后再卖它。卖了也好，到时候老公再给你买新的。老公，你比这些身外之物重要多了，
夫妻间不是同甘，而是共苦呀。当然，我不是在质疑你赚钱的能力啊。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老婆，我是觉得你对我付出太多，所以我情感波动有点大。我也只能帮上你这么一点点的忙。简简，速上闲鱼把温柔卖的东西都买下来。老婆，其实咱们家够大，你不用太过断舍离，喜欢的东西也不用勉强卖掉。房子，哎，最近闲鱼好像是可以卖房子。哇，我上架的物品全部都卖掉了，这太神速了吧！因为我老婆有眼光，而且会拍照。妈，善良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不是一直都经营的挺好吗？怎么就出问题了？我把那三个包都卖了。卖了？善良知道吗？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值得吗？当然。我跟你说，这婚姻就跟鞋子一样，两个人互相扶持才能走路。现在鞋跟断一根了，只靠你一个人付出，你怎么走啊？真正稳定的婚姻要有坚实的基础，而不是只有爱情。我不这么觉得。你就不听我的话，我早都跟你说过让你早点回万里去。上次你比赛你赢了温馨，已经在他们面前证明你的实力了，何必还要在外面吃苦呢？妈是心疼你。我不想回万里工作，我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就你那个抛抛抛什么来着，那能跟万里比吗？那万里的鞋这么好，你怎么还在这儿买鞋？臭丫头，你就不听我的话，但凡你能服个软，你和你爸的关系还能像现在这样吗？借点钱还用我来说？所以你但凡肯出马，他肯定愿意帮忙的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呗。好，那我回去想想办法啊，晚上等我答复。好，我等你啊。喂，韩青，我想把红舞鞋的预售给取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卖掉红舞鞋的版权。温总监，温柔小姐到了。嗯。你我之间就不用寒暄了吧？红舞鞋的设计稿我会买下来。要上市的时候声称是你设计的。不会啊。你会这么好心把设计师标注是我？也不会啊。那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上市。你把红舞鞋的设计稿买下来却又不做出来。你只管卖啊，不用管我拿来做什么。温馨，你跟我都是设计师，你懂一个设计师对设计稿的感情，是要被做出来，是要被人穿上，哪怕说在外人眼里看来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既然对自己的设计这么有情感，那为什么要拿来卖呢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哎，这个时候你心爱的单先生怎么不来帮你啊？这跟你没有关系吧？好，我也不管。其实如果你想要卖品牌的话，我也可以买下来。你就这么笃定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之后都会成为你的？目前是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不必，我还有其他买家。怎么是你？别误会，我是来谈生意。我跟你除了生意应该也没有别的可谈。谈生意而已，能不能别带那么多私人情绪啊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蛮横的乙方。听说你最近急需用钱，还要出售你红舞鞋的设计稿，怎么了？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乙方有什么困难，好像跟甲方没有任何关系吧。行，作为甲方
我有权知道你店铺的真实情况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我想了解一下，善良知道你要卖掉设计包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还没有必要知道。感情危机？我们两个好着呢。那你为什么缺钱不找善良啊？我之所以会卖红舞鞋设计稿，我就是为了帮寻觅解决他流动资金的短缺。这不像你啊，你不是应该准备离婚了吗？话说回来啊，寻觅的资金链出问题，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就算他们想保密，业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也会第一时间知道。真是自视甚高。你不信啊？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别人，我总不能提前跟别人串通好吧？你厉害呗，你做戏做全套呗。行，就是不相信我呗。你觉得你说的话跟我老公说的话，我相信谁呀？哎，你跟善良啊一定很爱对方，但是从善良的身上就能看出来，这个人呢一旦爱上别人，智商就会下线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干嘛呢？想我了？我也想你。你给我亲手做了晚餐？那你给我留着，晚上回去要吃啊。想买包？没问题，我都给你拿好了，你到衣帽间里去看看。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，我给你带回去。刺身啊？行，我给你打包。那我这边还有点事情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爱你。苏总，我刚才给温柔打电话呢，没看到你。好巧啊，好巧，你也来这儿谈生意吗？啊，我私事儿，是呗啊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苏子光是不是又刺激你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你怎么跟小美一样口无遮拦的？老板，我错了。你没错。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温柔之前秀恩爱的心情了，也没什么，愿意秀什么。哎，健健，昨天跟你说的那客户资料给我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嗯，这个月我们的这个预算能不能再缩减一点？温柔小姐，您是来找老板的吗？他没在公司啊，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，老板这几天一直忙，在四处借钱。倩倩，我知道你从善良接手寻觅之前就跟着他了，他一直把你当亲生弟弟一样看待，谢谢你。在公司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你还一直陪着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王会计，我姑姑在银行上班，你看咱们能不能找她办一笔贷款啊？静姐，我其实一直特别佩服你，你工作能力那么的强，可以说没有你就没有寻觅。谢谢你在这么艰辛的情况下选择留在公司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请大家放心，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跟善良一定会想尽办法共度难关。啊，喂，老板啊，你们家最便宜的饭是什么呀？啊，西红柿鸡蛋盖饭啊。什么？要15块，这么贵？我不要鸡蛋
便宜点啊。有件事有点奇怪，你说这寻觅在业界也算是个翘楚，但是资金链断裂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们瞒得好啊，瞒得好。静静，你说帅良去哪儿了？去借钱。静姐，小姨的贷款能办得下来吗？应该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忙工作吧。我怎么感觉温柔小姐发现点什么呀？你那个西红柿鸡蛋太夸张了。你还说我呢，刚开始说姑姑，人问你小姨，你也没反驳。我们那块姑姑和小姨是一个人啊。那我西红柿鸡蛋盖饭也挺接地气啊。你们说温柔小姐有没有发现有问题啊？这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瞬间。山羊不是那种人啊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是我之前总是对她隐瞒，现在才自食恶果。你干嘛呢 ？C 象限，我记得你是 B 型啊。我帮别人测的，别人。哎呦，你管好你自己吧！没看你家善良都逐渐柔化了吗？哼，跟我玩这一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不就是玩的釜底抽薪吗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釜底，什么叫抽薪。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为什么给我转了50万？你公司不是遇到困难了吗？我作为单太太，应该要帮你共度难关的。那你哪来的钱？你别问了，能帮到你就好。给我，给我。这中间那一页呢？红舞鞋呢？你把红舞鞋的设计稿给卖了？为了你，我愿意。老公，你心跳得好快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有。我知道这些钱可能还不够，没关系。我可以把玻璃磨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，你放心。善良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，因为你值得。我不值得。温柔小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她对你可是真爱啊。我真的不值得。她这么好，我们却骗了她。嘘，方案是我同谋，骗人的也是我，我不会牵连你们的。我现在就是告诉你，老板冷静。聚集一下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寻觅最最重要的员工，善良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你们功不可没。不不不不，我们什么也没错。善良的性格我是了解的，有些事情他做不出来，全靠你们在背后推他一把。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善良，为了寻觅，但是你们没有考虑到自己。你们真的是大公无私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做什么。今天寻觅有难，我作为单太太责无旁贷，所以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们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要再来上班了。老公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但是你要想一下现在公司的处境，你继续留着他们那是害了他们。我把我的红舞鞋的设计稿卖了，才凑了50万给你，还要怎么样呢？
老板，我才刚来，我还没过试用期呢。对，其实小美的工作之前也买了很多包膏，当时都是图便宜的时候才买的，但是积少成多，那也是笔很大的花销。小美换了公司，以后点外卖的时候就可以加个鸡蛋了。单总，我可是老单总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。对，邹静她是老员工。我以前有一款限量款的包包，是爸爸送给我的见面礼，我不也一声招呼没打就把它给卖了吗？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老板，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。我哪一个包包对我不是一心一意？但是人要学会割舍才能成长，所以我今天要宣布，以后寻觅的所有困难都由我跟善良两个人独自承担。我不要再在公司见到你们了，离开公司才能有更好的未来，加油。静姐，倩倩，小美，你们一定要保重。接下来怎么办呀？
起的心动，擦破夜空，短暂的淡漠，守望着，却徒留黑幕。